会离开的时候，李克强握手的时候，按照规矩，你看温家宝下台，你看看朱镕基下台，你看是个总理下台是什么结果？李克强还傻乎乎的呢，你看着习近平就是手伸过去，就是大呼了一下子，扭头看都不看，扭头就走。然后习那个走头，他那个表情侧面啊，你看那个表情，哇塞！我要是李克强，我非那么拿酒杯子，我茶杯子，我照你后脑勺，我摔你一下子拉球倒。如果李克强拿起茶杯子照习近平后脑勺摔一下子，李克强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最牛的总理。你再活一百岁，不就是还活个八九千天吗？你这么对待我，侮辱我，老子那么火了，我拿一张纸砸你脑袋上去，你能把我怎么？你把我枪毙了吗？那种鄙视，那种侮辱，就是中习近平看不起中，你就是一奴才，我压根就看不起你。你看李克强那样，哇塞，哎呦，这就叫共青团。所以共青团这帮垃圾啊，就被灭了，活球该，你知道吗？